大家午安，今天我来了苏内的 5K 在旋转。比赛前我吃这个红牛的 Energy Gel， 然后 BCAA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草莓的口味。可以啊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这是有灯笼，好高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礼拜是元宵节，所以我要提灯笼卡。它叫那个灯会的感觉，就是灯会，就是灯会。啊，等一下我会带。哇，好可爱！对，很真的可爱。好可爱呀！对啊，因为今天配速的是悟空，悟空，悟空，对对对对对。配速那个配速是综合团，综合团的代表是猴子。好，来汤姆熊，有人认识汤姆熊吗？哦，大家都认识他了，最有名的哈，最爱台湾的日本跑者哈。记录了所有大大小小的赛事哦，就靠他头上那个狗狗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小心哦，小心不要撞到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欢迎各位，每周六都有一个活动。谢谢。哎。一号，
可以，来，你先帮我转一下。恭喜恭喜！啊，今个还好难，啊，好盖啊，差不多七八十四的，十四，啊，厉害！我后面变慢了，啊啊，后面后面，太幸运！好，现在啊，我是 Tomo， 谢谢看我那一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在这边呢。然后比赛时看到我的报 H88， 谢谢大家。